阿布阿布，今天要做什么料理？凉拌小黄瓜。我们先把小黄瓜腌制20分钟，抓一下，先要盐腌一下。A few minutes later， 好，我们刚刚腌制20分钟的小黄瓜，我们现在用那个水洗掉。好，用熬水把它洗掉。腌好以后，放在盆子里面。好，开始调味。调味，蒜头，辣椒。盐跟糖，还有醋，然后抓拌一下，然后再加点香油，好了，香油，完成了。黄瓜完成。如果喜欢我们的料理，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，并开启小铃铛。谢谢。